全国投资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投顾先生。台北股市当昨天跌71点的时候，我昨天用看盘技巧跟各位讲，台币升值 ，NASA 道琼创高，然后呢，全指股是向上涨，所以告诉各位今天会反弹，对不对？昨天跌71点，很多人就看不好。然后呢，昨天联发科跌了13块，我昨天有没有跟各位讲，我今天会买联发科？有哈，今天一开盘我买这里，今天收到427，最高433。重点是昨天很多人联发科砍在地板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各位讲，我的技术分析是穿底的蛋，不是蛋的穿的蛋，听得懂吗？今天联发科有没有涨上来？今天可成有没有涨？今天的宏达电有没有涨？那这些可成，我是不是跟哥讲，245附近随便买，宏达电120附近，非洲斑马欧北贝，昨天告诉各位联发科，今天我一开盘就买。很多人告诉你，他的节目是事先公开操作，郭宪政的节目是事先做预告。那公开操作就是对的就拿出来讲，错的就不讲了，对不对？那公开的事先的预告，那个准确度更是厉害。那我会跟各位讲说，只要你是我会员，或是你到我的免费技术班，这个能力我会教给各位。那我先跟各位谈哈，今天节目很重要，今天收周线，下礼拜有大行情，有大行情，怎么看呢？我等一下跟各位谈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先来谈谈短线上的哈，来，短线上昨天预告给你的。11月6号预测给你，11月7号8845到8935，今天最高8925，来到这附近，你会不会去买多？不会。那昨天已经告诉你，今天呢会做一个所谓的反弹，那压回要找买点。那昨天呢告诉你8845，对不对？8845，好，结果今天。最低8867，啊，你说老师那个低点没到，我就跟各位讲，来，我有没有跟各位讲，我会调整。那今天的高点我有抓到，对不对？昨天事先告诉各位的嘛。你要看节目是看这种节目，而不是看事后诸葛亮的节目，不是看股市播报节目，听得懂吗？好，那为什么我这个能力？我的会员都有这个能力，我会教他们。你只要一点点的，应该讲啊，你只要说我会员，我负责教到你会。11月7号来8945，来今天8864。哎，我不是灰家鬼家崩逼呀哦。来，我们来谈。你要看的是这种节目，而不是事后哦。好，我来。一开盘在这个地方，一开盘这边这个是九点呢，9:05在这里，这一根，好，一开盘我就知道今天大概高点在这附近。那我昨天告诉各位8935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我算出来就是在一样是在这里。好，低档来到这边。我没看到后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事先算出来在这里，8864，最低8867，重点是散户杀到这边，他会砍掉，追这里砍这里。那我昨天就已经事先预告给各位了，高点大概在这里，低档在这里。那低档没到，我调整一下，来。9:50，9:50在什么地方？来，这里有8875哦，我就知道大概在8864，结果最低在8867。好，这黄色的是我写的，我事先算出来了。要不要我再教各位一次啊？我的技术分析清晰易懂，
清晰易懂，功夫深。你如果学传统技术分析，大概什么K 线理论啊，或是道氏形态学，或是所有的指标，它是做不到这一点。那为什么我没看到的时候，来，我没看到一开盘，哎，我就知道高点大概在这附近。那下杀回来，我知道要做买。我没看到后面哦，来。来，有没有8864最低8867？11月7啊。好 ，OK， 那重点呢？你不会买这里，你会在这里买。如果你买这里，那跌到这里，你把它砍掉，不对。我事先算出来，今天高点大概在这里，结果最低8925。那我昨天告诉各位8935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低点下来8864这附近接近了，你要站在买方。你不会买这里，你会买这里。那您若买这里砍这里这一段，哎，输了多少？50-60点。那这一段呢？你在这里卖掉以后，你可能在这里做放空，这里呢又输了50-60点，一来一往差距100点。那为什么可以事先算到？这叫功夫技术。好，听得懂啊？来。所以清晰易懂，我已经跟各位讲，这事先预算的技术，对不对？你外面学不到，我把技术线型转化为数字，清晰易懂，功夫深哦。传统技术分析做不到啊，所以你有幸哦，可以学到技术分析不错。但我跟各位讲哈，那这个我到启发投顾啊啊当道人没多久，那如果这段期间啊。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，我一个所谓的秘技大公开，只要你来我免费技术班，我会教各位，我会教各位。那起码你可以事先算到加权或个股的高点跟低点，用看了就会了，你用计算机你就会打了。我没有在跟各位开玩笑，你花多少钱去学多少技术分析，然后呢，拜多少老师，通通都一样。你玩到最后，玩股票玩到最后，嘛是一粒输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都可以事先算到？你有事先算到加权跟个股高低转折点，那事先预算有状况调整一下高跟低，我永远都抓住。所以我都跟各位讲，郭先生不会跟各位讲这鬼扯的话，我都直接跟各位讲。好 ，OK， 11月7号，我在讲11月10号哦。针对收，双关价上限，针对低，针对收向下啊，这怎么算的？那结果结论在这里，88，这是十一月，今天是11月7号，我已经在讲11月10号了，8865到8940，这边是多头抵抗，这边是空头抵抗，这是短线的，短线可以抓得很清楚，那中长线都没有问题。我曾经跟各位讲过，台股这10-20年来的高低转折点。郭宪政从来没有错，我没有在跟各位开玩笑，我短线上可以到达这个程度，可以这么准。那中长线有没有问题？小 case， 那你想不想学得到？可以吗？传统技术分析做不到，但是我的技术分析做到，那你可能会想说，那跟我又没有关系，没关系啊。如果你认为有关系，那。你就来我的免费技术班，反正以前上我这个课在花10几万的，你现在是赚到了。那如果说你认为没关系啊，那是你啊，你认为说啊，反正那个郭先生的技术班那个啊，没什么，那不管了，没关系，以后我门关起来了，你花再多钱你都学不到，我无所谓啦。外公哈，探钱学技术找我，探走跋筊请你找别人。我已经在告诉各位了。好 ，OK， 2454，联发科，来，要不要再放 VCR 给各位看？昨天11月6号，我们跟各位讲我会买，那为什么要买联发科？这里都没看到。我为什么昨天知道今天要买？因为这个点我可以算得出来哦，我就知道413，昨天最低就来到这个点，很多人会砍在做低点。
那我十一月六号我预测十一月七号我会买。我昨天有没有讲？事先预告比那个事后啊，他做的动作对了再拿出来讲，错就不讲。你说哪一个比较厉害？那厉害没有用啦，重点是你可以学得到，你加权个股高低转折点全部都可以抓得住。那未来我的技术分析的那种免费技术分析门，如果关起来的，你花再多钱就学不到嘞。好 ，OK， 我没有买，我昨天就告诉你，我今天会买，我开盘买，对不对？我不是今天对的才拿上讲，拿上来讲哦，九点，今天联发科多少人砍在昨天的低档？那如果之前你是我会员，我会你手头上联发科的，我昨天你来参加会，我会叫你砍吗？我会叫你呢，斑马相省，加嘛，好 ，OK 的，来，我前面联发科怎么做的哈？我没有在骗各位哦，这个高点，这里算出来，这个低点这里算出来，然后这个低点，来，这一段，这一段哦，我有躲过哦，好 ，OK， 这一段我还有放空哦，好，放空下来，前面就不要谈了，从这个点上来我就知道，如果谈上来来到446，一定一大堆笨蛋在买。真的来到这边，442，来到这边可以买哦，猪头给你了，扣高转折，你起那边会多。那为什么昨天我跟各位讲，今天要买？好，第一个，来切割率的部分，我用双技术，我还有其他技术分析，但是我不方便在那边教。那免费技术班我会教，我没看到后面哦，413。这里我要买，昨天最低412，所以我就知道今天要买。好 ，OK， 今天买完以后，昨天预告给各位，全投顾老师只有郭先生在做事先预告了，买，然后呢，下礼拜一扣低转折，成线上做多盘。好，所以我都跟各位讲啊，探金欧技术的，或是要免费技术班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等一下哦，喂，为什么最近公司通讯死角这么多啊？没办法，基地台又被拆了。妈。什么事啊？宝贝，去修基地台，药没带，手机又没通，我快担心死了。灾区通讯设备严重受创，各家电信业者正在积极抢修当中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手机都打不通，我跟妈都快担心死了。爸，基地台电磁波危不危险啊？我们的基地台都符合国际和国家的安全标准，安心啦。启发投顾享宴套餐专案，先赚钱，再学技术。一个月费用三个月会期，再送即将开课技术班，下列个就拨打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，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，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启发投顾享宴套餐专案，先赚钱，再学技术。一个月费用三个月会期，再送即将开课技术班，下列个就拨打02-2389-8689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爸爸，欧派亲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亲密窗。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得有吹气体啊，想
上去听五分主。好，换回到现场，二四七四的可成，之前一直跟各位讲245附近用力买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来，这个高点我没看到，我有没有算给各位？哎，我怕你做错呢。郭先生电视节目很多人在看呢，因为我都事先预告的啊，事先预告的节目才有人要看呢、啊。你如果看节目在听着讲绩效，我笑你的起笑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投顾老师，请各位注意，解盘一辈子都不会错，对不对？事后诸葛亮，然后在节目上就事先跟各位讲绩效多好多好多好，一年365天从来都不会错，你知道他在干什么？那郭先生电视节目都是事先预告给各位的，可能很多人哎，之前很多人想要砍在240几，我是不是在节目上跟各位讲，唔通倒，我来买。所以我想要救投资朋友，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投资朋友是看到跌你会去砍，但是我的技术分析可以事先算到低点，那个低点我就会去买，那个点也刚好是所有的散户会去砍掉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买这里买这里买这里，当312的可成。欸，我的技术分析是清晰易懂，功夫深，直接就可以算到低点了。这三关价的魅力，三关价的功力。那我跟各位讲哦，不只只有三关价，我还有其他技术分析。我免费技术班2个小时，我可以讲很多。节目上，我就直接给各位答案。这里我就知道会跌到这里。那我有没有在这里买？然后呢，之前呢，来到这里，我要跟各位讲双技术。这个高点我有抓到哦，对不对？这个高点我有抓到哈，你别跟他讲无哈。来，这里是不是要用力买？我会不会在这里买？我都是在跌势买啦，312我就已经知道会到这里了。这里跟这里，这两个点我根本不用看到后面。我有没有买？有没有买？有没有买？10月30要大跌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讲，要买，要不要再看一次？我事先做预告，然后我就做动作，买三次，买这里、这里、这里，是不是一底比一底高？对不对？啊，这里都已经算出来，那可能它会涨到哪里？你会不会算？我跟各位讲了，可能这个高点。这个低点、这个高点、这个低点，我都算得出来。那未来反弹上来，哪里的高点我知不知道？高点、低点、高点、低点，这个高点，前面这里算出来，这里，来，这里，这个低点、这个低点，这里算出来，这个高点由这一段上来的0.618，是在515算出来。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294，这一段到这一段上来294，这个高点算出来，然后从这边再往下算，这里245、255，啊，可能就这么做啊。然后他现在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那散户会不会买这里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啊，我会买啊，我传的蛋啊，赢家就是传的蛋，而且。都直接是数字，对不对？那传统的技术分析做得到这一点吗？很多的软体来涨上来才在这里买，我会在这里买。然后312不懂得卖，我这里317就叫你卖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现在还在这里还放空，空单还不回补，那它出现买讯没有？没有。那这种都是落后指标啊，红的。这里是不是很多人叫你买？哎，结果在这里卖，跌下去，这里很多人叫你要卖，我在这附近买，我买这里，买这里，买这里。而且，郭先生是事先预告的哦，我不是事后哦，我没有买低点，245，双技术已经告诉各位了。
好，按理说除了可成以外，我所有的股票能不能都这样算？废话，这就是郭宪政的一个所谓的技术分析，他是事先做预算。那你要等我这一段期间正在秘技大公开的时候，你就要来听了。好，来，11月7号三观价秘。三观价技术班免费技术班，如果事先预算隔日涨跌跟点数，你会不会？不会，你还敢做？那曾经有很多投资者到我的免费技术班，他跟我讲说：“啊，老师，我参加很多老师的会员，结果嘛是三做四唔对，十做九停损，电视呢讲甲惊死人，结果呢？”做是做个笑死人，然后呢，我也参加过很多的那个技术分析的一个说的高手，那学了一大堆，嘛是不好。但是呢，老师，我到你的免费技术班，我学过一次以后，他差一点哭了。他说：“老师，你是免钱的技术班，这么厉害，我学了十几年，花了这么多钱，走了这么多的鸳鸯路，然后我到你的技术班一次，我的一目啊看去一目了然。”听我的意思哦，反正哦，你看过我电视的哈，早跟晚一定是我会员。这一句话我没有在跟各位做吹牛。早一点来，早学早好。相不相信是你的事情，我都话都讲在前面。那人家喜欢听人家每天都涨停板贴贴乐，对不对？贴贴乐那个每天都换的啦，听得懂吗？涨上来就告诉你，扣讯就告诉你，恭喜涨停板，根本没有买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听不？如果去精算本波反弹高点第四季的行情，有高价股，哎、欸，你有可成要不要来听？我可成是买在低档，未来谈到哪里？我联发科是不是买在低档？昨天预告给你，我今天买联发科，今天昨天你砍在地板的，今天都拉升上来，那。谈到哪里应该要卖，我知不知道？我知道啊，你会不会算？不会嘛，你就瞎子摸象，就杀了欧北、欧北、欧北台嘛，欧北卖嘛，欧北抢嘛，抢来抢去，抢久的出代志，听我意思无？好，有瓶盖股的，哎，我在节目上我没有讲的股票，你有来问我就必答。有生技股的一定要来听，我先跟各位讲，生技股未来还有的很惨，你信不信？不信对不对？基亚在458叫人家要卖，节目上事先公开的，就跌到105，基亚可不可以买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！生技股有来要来听，因为有很多生技股未来会很惨。为什么？我知道，节目上我告诉免费技术班告诉各位，必涨股金、必点股的叫做挑档秘技，还有三观价、双观价趋势转折的综合应用。你如果认为我的技术班是不关你，那无所谓，反正内行的会来，外行的不会，对不对？我都讲明了，昨天告诉你联发科，昨天不能卖，一定要今天我会买，我昨天没预告给你，我昨天故意不讲这个，对不对？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里是买点，昨天预告给你的，你昨天砍在低的嘛板的，今天会不会堆心肝？那你不来听，你以后堆新冠会堆得更惨。一开盘我就买，你昨天把它砍掉。宏达电，来每次的180，我都告诉你会到120。120这附近，我非洲斑马哦，北北上来139，我先买，压回来我在这里买。我事先公开的，我不是事后。那宏达电第二次的买点在什么地方？下个礼拜，可成。第二个买点在什么时候？下个礼拜点位你知道吗？联发科的买点昨天已经告诉你了，对不对？那其他你手头上有的股票不知道怎么做操作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好，那我都跟哥讲，秘技大公开，郭宪政教的一定都是事先预算，加权跟个股找高低转折点，事先预算，一进场我就知道高点在什么地方，低点在什么地方。不管做多做空，我不会跟各位开玩笑哦。投顾节目200多个，你每个去挑，挑到最后，你还是会来找我。这一句话，我送给各位。11月7号三观价技术班，免费技术班哦，事先预算隔日加权的涨跌或
点数，精算本波的反弹高点，高点到了以后，我会多单出掉，反手做放空，未来还有的跌。好，高价股、瓶盖股、生技股，你都要来听。那必涨股跟必跌股怎么去挑？还有教授，我发明三关价、双关价、趋势转折综合运用。那不客套，免费技术班，想要跟着我们做操作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祝各位下礼拜操盘顺利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是王丽珠，以前我都在记录别人的梦想，而现在我将要帮民众完成梦想。不论在新闻界还是地方服务，我都在人群中倾听大家的声音。我知道前进的脚步不能停，把每一份梦想化为无限的可能。请支持中山大同区市议员候选人王丽珠。启发投顾享宴套餐专案，先赚钱，再学技术。一个月费用，三个月会期，再送即将开课技术班。下列个就拨打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，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，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启发投顾享宴套餐专案，先赚钱，再学技术。一个月费用，三个月会期，再送即将开课技术班。下列个就拨打02-2389-8689。全国最大家具馆大都会国际家具馆摩天轮馆10月10日全新盛大开幕，很大很好逛，快来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哦！下沙下沙只要4折，轰天雷买一送三，感恩回馈大放送。即日起参加轰天雷终极实务班专案，让你可以学到轰天雷的观盘技巧，逐步掌握操盘精要。了解更多，请速拨02-2365-3255。大都会国际家具馆摩天轮馆10月10日全新盛大开幕，大都会国际家具。